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也是30厘米以上。第三种练习就是开车压咱们这种水井盖或者是压障碍物的练习。怎么练习哈？咱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哈一定要知道哈，我们的这个右侧的油门的位置哈，右脚踩油门的位置哈，也就是我们右车轮的位置。但是我们开过去哈，遇到咱们这种低矮的障碍物不知道在哪里，那么我们就要学会结合刚才我们所找的两个点。第一是找咱们的参照物，咱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无论是斜着开还是这么着开，对不对？斜着开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的障碍物，高的参照物哈是咱们的这一个消防圈。然后那么我们还要学会找我们的这条线的延长线。那么这两点参照物都找到以后哈，我们把车辆往前开，对不对？首先哈是感受一下右侧车头，右侧右脚哈就是右车轮的位置，那么我们直直的往前开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什么时候压到哈，我们就要看第一哈是看高度，对不对？消防圈我们的 A 柱夹角和它重合，同时哈还要看我们的这个我们刚才画的这两个线的参照物哈，这两点都满足了，那么就说明哈我们的车轮和它重合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时候还没有重合，来这一条线哈，来和它重合了，那么此时哈我们的这条线和它重合了，那么此时哈我们的车轮就是压在咱们的这一个水井盖上。